陈佩琪医师是不是一天照顾您的三餐要特别请假？不管是居家隔离或居家治疗了哈，一人一户这当然没问题的。如果不是一人一户，那你就是你家有两套卫浴设备，那也简单了哦，也比较方便。啊，如果你家只有一套卫浴设备，要住超过好多个人，那这大概这个就不恰当的哦。那不过还好，我们家有两套卫浴设备了，所以真的一个人要居家隔离是还 OK 的。那至于陈佩琪也不用，他还是要认真上班赚钱的嘛。那只要三餐有煮，你知道哦，煮好我自己会去把一整盘拿进来吃的，所以这个大概就还好，没什么问题。那我家里哦有4个房间，你知道哦，我住的这个主卧房是有单独的卫浴设备的，那所以那陈佩琪就去睡另外一间了。我家人期待就用另外一套卫浴设备，那这个套房就变成是我专用，所以到现在为止情况还好。那今天早上事实上。现在我们平常就演练这个远距的这种会议了，已经很习惯了。所以今天早上是从7点半就开会，开到11点45分的，开了3场会议，中间只有1分钟可以上厕所啊，比赛事务还累了。所以目前整个运作状况是还良好，所以现在也可以跟大家开这个记者会。